通过公共视频，民警锁定了一男一女。我们一开始以为了他们是在两个情侣吧，应该在这边聊天，因为两个人经常是搂在一起的，然后有吹过来了，他们就抱在一起在那边聊天，没吹了，然后就东张西望。然后看了一段，我们就觉得很可疑，因为他们就一直这样子了。公共视频显示，两人走进地里待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再出来时，两人手上都拎着袋子。经过调查，两人是夫妻关系。在他们家中，民警发现了不少茄子、大蒜。他告诉我们，他自己家就是种大蒜、种茄子之类的。他说，这都是他自己家的。他的妻子方某已经承认了盗窃的事实。他老公上班的时候就会经过那一片地，然后他白天看好，晚上就去偷。目前两人涉嫌盗窃，已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。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。